大家好，我叫赵红山，来自河南周口。生活中我是一个乐观开朗自信的人，我做过很多跨行业的工作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进入了戴尔，从一个促销员做起，一年后升任了城市经理，一直到区域销售经理。现在来寻求一份销售或渠道管理，或者各位企业家认为适合我的工作，谢谢。失业了？是。没有猎头找你啊？没有，我之前工作其实都是朋友介绍的，我很少有自己出来找工作的经验。好多年没面试过了是吧？对，确实。以前老面试别人吧？对。是我上一份做那个项目经理的时候，出来混总要还的。是的，先老面试别人，今天面试啊，咱们好好来啊。孩子多大了？孩子9岁了，还有一个2岁半的。可以呀、啊。行，敢生多少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。是。说说戴尔的事儿吧，你在戴尔干了10年。对啊，10年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什么岗位？我当时进去的时候在里面做促销员。薪水是多少？2000多块钱。啊，10年过后你做到了什么职位？区域销售经理。你大概年薪多少？12-13万这样。这样的比例我觉得是极慢的。好的销售也不止12-13万，你作为一个主管理者，应该最少工作销售做10年。做大区经理的话，应该年薪最少是50-60万或者上百万。这个我其实可以理解的。电脑从过去的高科技的行业，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生产性的行业了，它的利润极薄。杨元庆说了一句话，说我们的利润像刀锋一样薄。在这么低的利润下，所谓的高工资呢，真的是无知的一种判断。我们看到几个数据啊，向你核实一下。他曾经的个人销售额达到过8000多万一年，是吧？对，几次拿过戴尔的全国销售冠军？就是我的业绩从开始就是能做起来之后，基本上就是在全国前10左右。哪几年？2009年以后，基本上都是，一直到我离职都是。那你做得好，那干嘛那么点工资呢？因为我最初入职的时候，是属于就是第三方，它有一个业绩的封顶。就你最高只能拿到，比如说我的工资是10000块，它其中有3000是我的业绩基础。他最多只能到300%，那也太少了。你什么时候从戴尔出来的？2017年，后来就来了北京啊，然后在一家卫浴的那个卫浴的上市公司，又改做卫浴了啊，跨行了、啊，然后做了这个销售，就是 O2O 的项目经理啊，就一直做到就现在吧。辞职了没有？辞掉了。你俩孩子不可能这么任性啊，说辞就辞，你得找到下家才行。我有就是有做，现在有在兼职做保险，就做了几天。你可跨行业跨的挺大的。我不觉得你是个销售，好腼腆。我想验证一下你到底有没有销售能力。你现在保险业绩怎么样吧？还行，真的还行。咱就来一个，卖保险给张征明。张征明刚刚恢复单身。这个事儿你要认真啊！我在质疑你的销售能力。假设啊，张征明今年50岁整，刚好丧偶。然后呢，他要买保险吗？他是你楼下的一个大爷。你试一下，认真来啊，认真来啊，张大爷。哎，张大爷您好，那个天天看您都是一个人在这儿买早餐买菜的，您平时是一个人住吗？这个中年丧偶，所以说现在是一个人。不知道您自己有没有考虑过养老的问题？对于您这样年龄的来说。保险可能已经能买的或者能做的不多了。哎，我刚准备了20万准备买保险，但你如果说不多的话，不买了。是这样子，就是对于您来说，岁数年龄它是对保险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限制，比如说很多的保险它到60岁以后基本上都是不能购买的。我是50岁啊。哎呀，听你这口气，他只剩买棺材了。不就你一直把人说得特悲观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实际来讲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真是如果做了十几年、将近20年的销售的话，你不是一个状态，你会有主动性，你会有建设性。但是我在你身上呢，也没有看到主动性，也没有建设性，当然，也就没有看到你的专业能力。我不这样认为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公司以前有你这样的销售，跟你一模一样，就是很慢吞吞的销售冠军。
我觉得这种销售啊，其实蛮好的。包括他跟你这段对话，我也觉得就是第一个语言表达舒畅，让人没有反感，这一点销售特别重要。第二个，他很稳。曹曦，我觉得你说的不对，就他身上缺了一点销售的敏锐，他既不能敏锐地发现客户的需求，也不能敏锐抓住自己产品上的优势。这样的话，你光是不让人讨厌，你怎么卖东西？如果说我要是站在他那个位置是一个销售的话，首先张正明我不会去考虑他，因为他明显对我这个产品是有反感。没有没有，这他是有反感，他是说我质疑你的能力和你的销售能力。如果这样的人已经对我有反感了，我对他的功课的成本会非常高。张总在跟我做演练的时候，可能本身就是抱着一种要求很严的那种态度，就不配合的态度来去做的这个事情，那我觉得就是很难让我去发挥出来，我觉得其实挺冤枉的吧。我说了我有20万准备买保险，我其实在给他机会，他说很多险种买不到了，你自己给自己挖坑出不来了，对吗？我要买保险，我是你的客户，我也在配合你，我在迎合你。但是你丧偶是你买保险的一个很大的动力。对啊，从简历上看，从你介绍看，更像是一个卖场上下口的这种渠道管理、流程管理，光货可能你里面有供货或者配货的一些这些细节的管理。那这是俩职业方向，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在表达自己的时候要更清楚一点，不然的话大家可能都用不同的尺子在看你。你到底是渠道管理还是销售？我是做渠道开拓、渠道管理，包括市场，就是市场管理这些这方面的。要求薪资多少？10000加。有地域限制吗？北京或者是河南都可以。第一轮选择徐火林。还有9盏。